我来帮你呀，你这么忙哪有时间做这些家务活呀？哦，对不起，废纸。哦，废纸啊。嗯啊，那来。换季的时候，要把被子啊、被套这些都出去晒。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都已经整理了3个箱子了哈。哦，刚来2小时吧。哎，镯子没带啊？啊，镯子这么贵的东西不能天天戴的。我已经给办公室的小伙伴都看过来，点音啊已经做好了，所以呢就放在家里了。那时候你妈妈要带着镯子回乡下给乡亲们看，我不同意，她不会生气吧？嗯，不会。其实我也是怕那镯子万一被磕着了、碰着了。啊，嗯，是的，妈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。嗯，啊，你先去洗洗吧，换件衣服啊，我很快就收拾完了。哦，行，那妈，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刘英，哎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聊这么开心？我借刘英用一下。哎，行行，坐着咱一起去点。哎呀，不吃了，走。借完了记得还回来啊。知道啦。在我们家那几位长辈面前啊，当个乖巧的儿媳妇是没有用的。你等我一下。哇，天哪，你的衣帽间好贵气啊！刘英，哎，这什么呀？送你的新婚礼物啊！你婚礼我都没来得及去，准备好久了，一直没机会给你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、你快拿大律师资格证，我都没送你，你家人那么客气干嘛？你看看你喜不喜欢？哎，或者你不喜欢，我这还有好多其他的，你自己看看。你随便挑，喜欢哪个都行。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谢谢。没事。哎，我正好明天有个活动，我想选几件衣服，你一会儿帮我参考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随便看啊。哇，谢谢周星。哎，周星，你也买了个玉镯子啊？我怎么会买玉镯子呀？那是妈送的。哎，你懂玉吗？妈也没给我证书，我也看不懂。你喜欢这个？婆婆也送了我一个玉镯子。你这镯子什么时候拿到的？也没多久啊，就你结婚之前吧。我拿到律师资格证的时候，妈妈拿来送我的。那我挑衣服了。周星，我能看一下这镯子吗？你随便看。
我这屋子里啊，只要你喜欢的，都送你。发什么呆呢？你先收拾一下啊，我去喂个鱼。嗯，好。吃饭啦，石头。嗯。我在想啊，我觉得妈好像对周星有点过于好了吧？你看今天一个晚上，她都在给他夹菜。而且妈还让我们搬走，其实是为了想要给周星午休腾地方。我怎么觉得他对这个亲侄女好像比对你这个亲儿子还要亲呢？哼，你回想一下，周星叫我妈什么？嗯嘛。嗯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妈就是周星的亲妈。你妈是周星的亲妈？嗯。哎，周星不是你表姐吗？她不是姑姑的女儿吗？这个呀，就要从周星小时候开始说起了。当年呀，我爸响应号召去外地支教，我妈呢就拉着周星跟他一起去了。但是不巧，我爸在外地生病了。蜡烛不能两头烧，所以我妈就给上海的姑姑打了一个电话，让她把周星给接到上海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周星就跟上海的姑姑一起生活了。那他怎么会一直就过到现在呢？而且我觉得周星对姑姑姑父可比对你爸妈亲多了，感觉对他们才是亲生父母的样子。啊，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以后当着我妈呀，千万别提这个事情。就算是不小心提了，你也得表现得自然一点。这么说来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走了。什么？那镯子不是你妈拿的，是你婆婆换的。那你婆婆可真有手腕，我真没想到她会骗我。拿一个真盒子装了一个真证书，装了一个假镯子归我，亏我当初还心疼他，我还心疼他说他是不是被人家给骗了，买了个假镯子给我。是啊，而且我都有点想不明白，你是他亲儿媳，那边大姑子就是个侄女，你婆婆怎么亲疏不分啊？他就是亲疏太分了。啊，因为周星不是他的侄女，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我以后跟你说这个事情。刘烟，那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婆婆说好了拿镯子当彩礼，结果给你假货，把真的转头给了亲女儿，那你在她心里是什么？是假货吗？不是，我比喻一下。我知道你比喻。哎呦，我真的我好讨厌被人家骗啊。小毛，我感觉我好委屈，我要怎么办？所以你快点让石头给你讨回公道。我还让石头给我讨回公道？嗯。就光说要不要回家住这件事情上，他的心全部都已经偏到他妈妈那儿去了。如果我告诉他这个事儿，他肯定会告诉我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个事情就自己吃尽吧。他肯定会这么说。那不行啊，这是一个大锅，你要认了就得背一辈子。认。我为什么要认啊？那你要跟你婆婆摊牌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回我自己的镯子。要不要喝杯水啊？啊，不用，谢谢。你没喝啊？我 OK 的。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公司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好笑的事情，等着以后说吧。别了，我怕以后我到时候给忘了。我不是带镯子去单位给同事们看过吗？然后我有个同事非常羡慕我，
他就在网上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假镯子带过来，然后今天啊，我们研发部门的同事就拿机器好好测了一下，他说那个镯子里面全部都是放射性物质，戴多了还会不孕不育呢。啊，假镯子戴多了自然是会不孕不育的。现在市面上假翡翠很多的，一不小心就会上当。但是我那些同事们都很羡慕我，因为我这个镯子是妈妈送我的传家宝，实实在在的真翡翠。哎妈，我打算从今天开始，我以后就每天戴着这个镯子，这镯子还能养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可是啊，这个镯子吧，这么昂贵，你要是一直戴着，万一磕着了、碰着了，总不太妙。啊，还是别老戴着吧。我先去看看欣欣啊。哎呀，欣欣啊，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刘英啊，麻烦你去衣帽间给欣欣拿一套睡衣啊。啊，进门左转，第三个抽屉里。